好，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，现在开会。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。依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各有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及地点表，业经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。二、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：一、叶宜京；二、李坤泽；三、刘兆豪；四、郑宝清；五、郑运鹏；六、肖美琴；七、陈欧珀；八、陈素月；九、赵正宇；十、林俊宪；十一、陈雪生；十二、简东明；十三、郑天才；十四、严宽恒；十五、李红军。宣读完毕。现在进行选举事项。选举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：一、选举办法规定，以吴记名单计法进行票选，投票截止时间是到中午十二点。若提前投票完毕，即提早进行开票。现在，请委员互推发票员、唱票员、计票员、监票员。那刚才经过协调，我们请陈雪生委员担任发票员兼监票员，郑宝清委员担任唱票员兼计票员。现在请监票员检验票轨及粘贴封条。请陈雪生委员，好，麻烦一下。好了吧？好了哈。好，现在请各位委员开始投票，请委员上前领票及投票。
好，现在全体委员均已投票完毕，现在开票进行唱票及计票，现在请工作人员协助。李坤泽委员一票，郑宝清委员一票，李坤泽一票。郑宝清一票，陈雪生委员一票，陈雪生一票，李坤泽委员一票，李坤泽一票，郑宝清委员一票，郑宝清一票，郑宝清委员一票，郑宝清委员一票，李坤泽委员一票。李坤泽委员一票，陈雪生委员一票，陈雪生委员一票，李坤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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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委员一票，郑宝清委员一票，郑宝清委员一票，陈雪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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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委员一票。陈雪生委员一票，陈雪生委员一票，郑宝清委员一票，郑宝清委员一票。好，现在宣告票选结果，应到人数15人，实到人数15人，发出票数15张，有效票数15张，无效票数0张。李委员坤泽5票，郑委员宝清5票，陈委员雪生5票。那我们现在请李委员坤泽、郑委员宝清、陈委员雪生得票数相同，依选举办法规定。以抽签方式决定。那现在要进行抽签，我们请三位票数相同的委员上前抽签。那我们是要先抽号码，还是先协商？还是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那我们先请那个是不是抽签顺序？抽签顺序就不用了，我看我们就请陈雪生委员先抽。好，那现在抽签决定召集委员。抽中写有召委的召字的，就是当选为召集委员。那我们现在请陈雪生委员先抽。那里面要看一下吧。OK， 这里现在是空的哦。好。我们三个人下来就照张相啊。上真的来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好兄弟。这第一个是空白球哈。你先离开一下，我们照个相。第二个球是有招字的球哈，第三个球也是有招字的球。小姐，你可以。
委员。我当委员了。那你到这边来。看得到哎。哎，真的看得到了。走走啊，好了，这个我就不必摸了啊。哎，你摸啊。到，你也到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。好，哎，我这个就是我们新亚，谢谢，谢谢，新亚大，谢谢，好不好？这么努力的啊，这么努力，这么健康。上面抽签，李坤泽没有，李坤泽跟票都有票，所以好，我们现在宣告当选结果，由李委员坤泽与陈委员雪生当选了本会其本会之召集委员。那今日议程已进行完毕，啊，现在散会。我们特别谢谢陈雪生委员哈，以及郑宝清委员。没啦没啦，我让你先走完了。有啊，谢谢，何总啊。